好，这个就是做雷射最基本的套装。OK， 那等一下就要做雷射了。看到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去做雷射了，过了一年，他觉得视力状况非常好，于是我就去问他说：“哇，你雷射手术啊，这个雷射手术又会很麻烦或者很久什么的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不会啊，好像6到8分钟就 OK 了。”我就觉得说啊，我近视这么久了，我是不是该来一个突破性的发展？我每次只要上台表演、录影。要一直戴隐形眼镜，这些塑胶。我那天看网络，然后人类一年所制造的隐形眼镜垃圾量竟然可以到吨，我觉得很可怕。然后我自己有大概算了一下，一个月大概600块到700块左右，12个月大概近10000嘛。它这里有很多手术，有5万的、啊，有7万的，看高度近视可以做到9万。评估下来，如果我做10万的 ，OK， 那10年一劳永逸，一样，那就是一样的东西。那我不如今天就选择去做。我自己非常非常紧张，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开刀嘛，你会很有意识的看着在你的眼睛上面干嘛干嘛干嘛。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突破一下。这个月发生了超多事情啊，像我矫正牙齿啊、拔智齿这些东西都是我不愿意面对的痛，但是我这个月都面对了。我每一次。要戴一些智障的眼镜啊，我都是瞎，因为可能只要拍3秒。最后一次戴眼镜，我应该要戴一个帅的眼镜吧？帅的，帅的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出门了。然后上一次，我有去做一个初步的检查，然后他们说手术前要给我点一个这种消炎的眼药水。我超乖，我平常忘东忘西，我今天全点。Let's go， Let's go。雷射手术我稍微去查了一下，好像有这么一个可能性，我记得是95%成功啦，是吧？对不对？我应该不会是那个5%，如果有失败的话，万一机器发生故障，所以意思是说机器如果没有故障应该就是不会失败，通常是3到6个月复原可以再做手术。但是我在想，哇，如果你失败一次，你还要再做一次手术吗？这一集就会有part 2了。我期望视力大概1.0、1.2就够了吧，回到最初的感动。我稍微知道了一下过程，但是我没有看，我不敢上网看。他会把那个表面先切开之后，到另外一个机器去做雷射，再把你的前面表层盖上去。这是一个什么过程？就是盖一个盖子的过程。我你知道，我其实上个礼拜我在想说，好，如果万一失明了，没关系，我是做音乐的。我就好好做音乐哦，今天这个看21世纪贝多芬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因为之前戴眼镜没有去修正那一块，就1.0。那现在 maybe 可以连那个一起把它打掉、雷掉，视力就更好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哈。好，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了。好紧张啊！不会，不会。好，这个就是做雷射。最基本的套装 ，OK。那等一下就要做雷射了。哎，看上面，先不要眨眼睛，好，闭着。妈呀，有卫生纸吗？里面不可以用卫生纸哦，哈，因为它有细菌，不好意思。你眼睛被麻醉的时候是超无助的。接下来要帮你第一次消毒哦，眼睛一样闭着。消毒了之后，手不可以上来摸脸哦，哈。好。现在到底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长得像就是其他国家的人？你可以开始拍他了，好可怕哦！不会。
不是站啊，往前走哈。现在雾雾的是正常，对不对？正常的。哦，很 OK， 我觉得我还忍得住。我现在因为很不舒服，稍微先闭一下眼睛，因为它有一点异物感的感觉。哇，那个真的很扯，它就是把眼睛一个压，然后就看不到了，全白就看不到，就是只剩下光感，你就已经看不到了。亮亮亮，眨一下，张开。有点眨不起来，没关系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谢了。他是觉得酸感不舒服的话，两个小时后你可以再起第二包。真的假的？你说很像是拿汤匙在刮爱玉，对。可是为什么他要刮？我有点不太懂。他整个感觉很像是你现在看着镜头，然后这样，好来，没事哦，没事。好，来看着我这样子。现在视力有除了有一点点那种很像油啊，或者是雾雾的感觉之外，其他应该都算是看清楚。不过我觉得要等今天晚上休息，明天晚上，明天再跟大家说。我现在忙坐车回家，然后休息吃药。我现在回家了，他要给我两份药，回家跟隔两个小时。我刚刚在手术前也有吃一颗药，那个也是防感染的。我现在闭着眼睛讲话，因为真的是有一点不舒服。在手术的过程，从来没有人会对着你的眼睛去做这种，有没有？就是很像这样。好，来看哦，看我，然后你就也不能扎，你也不能，你已经完全被撑开了。我感觉到我被撑开，现在会有一点异物感，酸酸的，然后你会一直流眼泪，那就要点他给我的药这样子。尽量不要安排事情，如果你是上班族，尽量安排就是那种周末，或者再请个假，每两个小时设闹钟起来点个药水。今天是雷射眼睛的隔天。然后我昨天晚上6点回来之后，我就开始进入休息。他们有给我三个眼药水，就是有红色、白色跟绿色。我刚点了两个，我现在要点第三个。那第三个呢是人工泪液的部分，所以如果有些人眼睛很干的话，可以多点一点点。雷射一完，我的视力是恢复到最原始的，看得非常清楚。他给我了一个防风眼镜，就是出门的时候尽量不要被风沙吹到。看起来蛮吵的。我之前有看一些朋友，他雷射眼镜的话，他会有一些血块。那我的血块基本上就是一点点，我自己这边有一些血块。我回来的时候，6点到10点这4个小时是异物感很重，然后非常。不舒服，洗澡的部分要比较注意，这一块基本上尽量不要让它碰到水，不要泼水，所以我自己都是用擦脸的。然后睡觉的部分，它有给我两块塑胶的面罩，睡觉的时候它是防压啦，蛮违反自己原本自然的习惯，不过我觉得恢复期算是蛮重要的。你现在看东西还有稍微一点点雾雾的，不知道是因为干眼还是因为昨天的药。一切状况都算是还蛮不错的，没有特别的畏光。那我们来看下一周后喽。哎呦，大家好，现在已经过了雷射一周后了。第三天的时候我去回诊，回诊的时候有发现，就是我的视力它其实没有回到最完整的那个状态，因为有一段恢复期，眼睛上面有伤口，两眼都停在0.8这样子。第三天去复诊完之后，拿了一个药膏，就是因为晚上睡觉会有点干眼。OK， 那如果你有考虑要做雷射的人，可以先到医生那边去做一些咨询跟检查，看你就是的条件适不适合做雷射。可能你的度数很高，但是你的角膜很薄的话，那他就没有一个条件可以去帮你做切割。